每次来机场都特别的开心，因为我要出国了。这次会在国外跟家人碰面，还蛮期待的。我已经抵达曼谷了，今天的路径检查有点乱，有机会的话再跟你们说。这次会在曼谷待5天4夜。这机场也太忙碌了吧，人炸多哎！看这边人有多少，出境要入境的一堆，爆炸嘛！塞了很久的车，终于抵达饭店。你这小子是要装睡的意思吗？啊，起来了啦！饭店 check in 出来，其实已经有点晚了，只能来附近的 mall 去吃点东西。还有餐厅愿意收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进去坐。听说是家景观餐厅，但我们进去其实没看到什么，因为已经晚了，我们就坐在门口附近。除了小鬼和他妈，其他人都没电了。我个人是觉得 CP 值不高，偏贵。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试看看，因为它的食物真的是偏辣，可能带着小朋友比较不适合。它的辣度跟我预期的真的有落差，真的蛮辣的。好像有个奇怪眼神在看着我，人形立牌摆这样是要吓唬谁呀？ Hello， 大家早安，今天要去动物园，所以起得比较早。我们这次是住在 Nana 站附近的 Ibis Styles。早餐是比较简单的，没有太多可能现煮的东西。这边是它的座位区，很明显它的红色代表色。它的早餐就蛮基本的，这边是它的熟食区，没有太多样，但吃得饱。再过去是水果跟沙拉，这个一早吃味道也太重了吧。今天的行程是要去 Safari 野生动物园，我是从 Kerouac 上面订的行程，有含包车、门票还有自助餐。今天出发的比较早，所以大家好像还没有什么精神，玩手机的玩手机，睡觉的在睡觉，睡得挺好的嘛。经过大概40分钟的车程，我们终于抵达 Safari 野生动物园，感觉好像遇到校外教学了，感觉不太妙。野生动物园的部分有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 Safari Park， 一个是 Marine Park。要先前往的是 Safari Park。这个园区呢是只能搭车不能步行的哦，动物都是野放在户外，司机会定点的停停走走，所以你该看到的都看得到。Safari 也是号称亚洲最大的野生动物园，亲眼看到现场的生态环境，我是相信它是最大的。在里面动物似乎很自在，有种非洲大草原的感觉。你一个人哦？哎呦，还烫头发哦？去哪里烫的啊？这么爆？哪里有？这边。那边躺在那里怎样？我们之前在台湾看的时候，看到那个犀牛，你看起来好恶心哦，好恶好恶心。那个脚有厉害哦，根本牛魔王。动物也有脑子不好了，你看它，这个吃相很差哦，满头草。一堆草食动物都窝在一起，让我想到一个童话故事，你知道什么吗？白雪公主。刚讲完没多久，就有两只鸵鸟疑似要打架，去旁边打啦。还有，休怕，那只要攻击它，它冲去。参观完草食动物区，接着会进入猛兽区，中间会有两个栅栏隔开，狮子、老虎、黑熊都在这个区块。那只鸟还蛮白目的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是要找死吗？免费的老虎的 buffet。 这个行程我真的很推，一定要来一趟。跟你在木栅动物园看那些动物是不一样的，可以近距离观察动物，然后动物在没有栅栏之下可以到处乱走。当然游客也得遵守动物园的规定，以防发生危险。叫游客不要开窗户，你自己开窗户什么意思？确定这不是工作人员假扮的吗？怎么躺成那样？接着我们来到 Marine Park 海洋公园，门口刷一排吵闹的金刚鹦鹉，比菜市场欧巴桑还吵。这里有很多秀的方向指标，
虽然这个园区叫海洋公园，但其实有鸟类、草食及肉食动物。那动物秀跟餐厅的话，也都在这个园区。这边是用100泰铢可以喂食迷你马。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状况发生了，好多小学生校外教学，真是太幸运了。而且他们的制服什么颜色都有，感觉好像不是来自于同一所学校。等一下要看表演可能会有点困难。这六尊是什么意思？园区周一是公休的，周二到周五的秀呢，它基本上都每天都是一场。六日及公众假会有加开的表演场次。大象秀的表演时间是11点，还有点时间先来喝个凉的。这个是以斑马为主题的一个咖啡厅。它的餐点看起来蛮奇妙的，我点了一个套餐，还有一个咖啡要来试看看。我的外甥那小鬼已经吃起来了。原来蛋糕就是布朗尼，而咖啡喝起来有点像越南咖啡。想说店家怎么放一个猫头鹰布偶放在里面，是要当装置艺术还是怎么样的？看起来也太做作了吧。结果认真一看，它是真的欸。现在是在睡觉吗？这么吵应该很难睡着吧。而且里面好多小孩。秀好不好看是一回事，但人真的太多了，进场跟离场都是困难的状态。今天很碰巧的遇到泰国小学生户外教学，我看了很多颜色，后来在停车场看到有上百辆游览车，真的很夸张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秀呢，只看一场大象秀，其他的都挤不进去。其实他们可以包场或加开场次，不然我们像我们这种散客要怎么办？我们不是团客啊，我们自己来的，根本看不到。所以现在他们在看秀的时间，我们在看猴。哪里？再来要喂长颈鹿也是根本喂不到。要很累的样子，其实眯眯眼算了，我要来。太死了！哈哈哈，太死了！我们准备要去吃中午的自助餐了，这一块要先摸索一下。这边好多鸟哦，它是叫火鹤吗？还是红鹤？你一个人啊？又一个人，有没有觉得冷？这里好大一群啊！不过就是一个鸟味，就是鸟粪便味吗？还是什么味道吗？蛮重的。口罩戴好啊！我们都各个大长腿耶，真是羡慕。得经过一堆鸟之后才能到达的鸟巢餐厅。我们是有买包含在行程里面的。它的自助午餐不用期待，感觉是让人家垫垫肚子而已。然后饮料要另外加价，餐点蛮普通。如果你有另外选择的话，你可以选外面的餐厅。我们找了家按摩店，是连锁的，它在 CM 这边有2-3间吧。然后很多地方都有分店，网络评价还不错，所以我们来试看看。这个小鬼人生第一次按摩，你看那个表情有多可爱。然后一个变态阿姨一直在录影，那个手指是觉得有点痛，就是脚这个的地方。你觉得你下次还想再按吗？想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很舒服啊。那你明天还要来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